哇，好多糖果！啊，金币！金币啊！这是巧克力。爸爸，你这一题。阿兰今天实现糖果自由。切糕，要不要买这个给哥哥吃？还是再看看？再看看。好，谢谢。可以请你吃一下了。要不要吃？要不要吃一下？要不要吃？再看看。不要。谢谢妈妈。好，谢谢，拜拜。你看这个嘞，还有哥哥，你最爱吃的。啊，看到了。那边还有飞机饼干。加100块，100块，来，那你来给老板。哦，好，100块哈，谢谢谢谢。拜拜，好棒啊！哇，阿娘你是蛮会买的嘞，好主意。他帮你拿吗？不用，老板拿水袋的，我的袋子。他说的是那个打苍蝇的。哇，好多糖果。这是巧克力。爸爸，你这一题。你买几个给哥哥好不好？拿个袋子来装。看到这个？好。这个小汽车。好。来，妈妈抓着你拿。我两个小汽车。好的，哎，你要付钱。结账。结账。好。对，好看。来等你，谢谢。谢谢。这个是香菇，很大的香菇，特大的香菇，跟中的香菇，还有小的香菇。天哪，我去给阿妈煮汤哦，很好喝。弹珠汽水。对。看到玩具了。你要买这个吗？上面有写价格。跑进去。50块，来，50块，好，谢谢。要不要给你装起来？要，好，放一起，来，来，谢谢，拿好哦，谢谢，来，谢谢，拜拜，好棒，继续逛，哇，好亮的店啊，哇。这里面有玩具跟软糖的，来，我帮你拿。哎，我捡起来。对，我可乐蛋耶。恐龙蛋在哪里？哪里啊？啊！什么？里面有玩具跟公仔。毛起来拿。你确定你捡到吗？确定。后面还有很多玩具，我们可以选别的。什么？我也觉得你的钱会不会花太快？养什么？这两个，这两个，好多啊！哇，好多糖果哦！这个蛮可爱的啊，你要不要一个？这是什么？怎么那么可爱？你想要什么？好想吃棒棒糖哦！这也太可爱了吧！特牌巧克力，哎，好可爱哦！你看动动乐呀，哇，马上被吸引，这个多少啊？不要，小锤子，这个小米头，好，买一个，买一只要不要？小锤子，对，哎，我们要怎么还有一个？不要，我们拿去给老板吃的，好 ，OK， 谢谢你。
多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 OK 老板测试给你看了来刚刚你看等等开灯来你看有亮亮的对不对我们的恐龙蛋是会亮的哦对有一个花岗球都会发亮的你知道这四颗多少吗四颗225对所以这些都是100公克100块都是称重一块对啊，这个是算个，对，20、30，那就是430。430，你有听到吗？你的钱钱顺着要不？你的压岁钱没有了。好，收你500哦。顺先生，朋友，还没找钱，还没找钱，老钱，帅哥，老钱，阿西要欠钱吗？帅哥，送你的，老板送吗？送你的要不要？好不好？好要好，那送你这一次吧，来。带走他吧，好，谢谢你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好吧，拜拜，下次好，拜拜，刚刚剩下305元，对，你在糖果那一区分的太多，真的，他很开心。前面又是一区糖果区了。这个是一斤320的、哦。我们再往前看，再往前看，再开始了。果冻，我想买果冻哦。不会，好，安安今天实现糖果自由，糖果自由，对呀、啊，你想要买什么？这个甜甜圈，好，还有一个，看了可以，我这两个是牛奶变有的，牛奶糖，这好像多多哟，对呀、啊，它是多多造型的，好，我们去结账吧。你剩下300块而已哦，所以你也不能买太多。你知道你快要没有钱了吗？嗯，我剩下67哦，全部67。对，那这件的价格真的平易近人很多。我刚来这件的，这件67块，真的很便宜。所以我发现这边每一间的价格不太一样，当然糖果种类还是有差。对，好，走，我们继续放下一间吧。你要吃这个吗？羊羔，这个一盒多少？这100，买一盒给哥哥可以吗？好，好，这是安安买的所有东西。好，还有130。哥哥喜欢喝汽水，我们去买汽水给哥哥，好不好？好，接着我来买汽水。对，妈妈带你去一间弹珠汽水店买，走。附近有一间很传统的弹珠汽水工厂，我们在安安去买汽水。到了，弹珠汽水工厂。红豆还没买，老板就直接拿弹珠做了。哈哈哈哈哈！他那表情好可爱。这个有卖吗？对。130，谢谢。刚好，谢谢。那我剩下8块。我们刚进去，老板就直接塞了3瓶弹珠汽水，给我们试喝，买6送3。对，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好开心哦！安，你买的开心吗？这些就是安安的战利品。1000块买这么多，其实也是买了不少啦。对。